我是 A 控，看好相声。我要来等你看，我来看。卖安尼这大厅头，你藏啥啦？要藏你房间藏啦？啊，房间在这。好心好样的啦，我有你房间。赶快快！哎呦喂！哎呀！赶快快！真的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不可能啊！我有打电话去店的，啊，内面的人讲已经回来，啊，不过无伫房间，无伫咧酒店，嘛无伫咧房间，那安尼是会走去倒？
啊，我也不是恁家的使用人啊，无我到都爱等到恁拢回来，我怎样会困哦？你莫甲你家己讲到遐尼可怜，我讲的是私心嘛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啦，我知是我唔对啦，更改了啉烧酒就要出大事。安尼啊，我咯最敢唔知人啊，我无可能甲伊可安怎啦，你免烦恼啦。这唔是有安怎无安怎的问题，我是无可能让人来破坏我的家庭啦。今日的代志，唔是回信的就当做妥煞。我无，你要我安怎？马上离开阮家。你敢有需要做到这么绝？我是要来陪伴我的后生。啊！我拄则是替大家咧照顾困无，我是倒位做唔对啦。我哪无需要你来照顾？哎呦，我甲困无早都已经结束啊！啊，你嘛无需要安尼臭汤压起来害。老爸，麦哭啦。小妈，敢讲你都无认为这件代志，爸爱负起上大责任？今仔日拢是因为你啉烧酒醉，代志才会变到安尼。是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恁妈爱负搁较大责任啦。对，我妈处理代志处理啊无周全，但是迄是伊的好意。小妈，你敢会当听我讲一句公道话？我认为你无应该跟我妈离开。公道话，你即摆意思是我处理了也无够公道性嘛？无猜，我甲你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同款，谁让你拢无得体谅我的心情啊？小妈，那是两回事啦。你莫讲我巴长的哦，恁家己看啦。自从这个 A 克入来咱家以后，伊甲家己当作是女主人，想要创啥就创啥。入去我的灶卡，敢若伫个恁家同款呢？啊，即马呢？又甲甲困无困做伙，你根本无甲困在眼内啊！小妈，你安尼讲话根本伤过超过。你竟然跟我讲话遐尼大声！我真正想要尊敬你，但是我嘛希望你会当尊敬别人。你袂带良心，想我妈嘛讲话较客气的。那恁恁先看恁妈做啥啥物代志啊？我讲这话嘛是对我好啊！我一向拢真尊敬你，我甲你当作家己妈妈来看待。但是你今仔日对我的亲生妈妈讲话这样无客气，我对你非常失望。我嘛真后悔当初是把你当作家己的妈妈，根本就无价值。你竟然对我讲这话！啊！你这不是在讲啥？竟然你小妈害死的，你袂记伊之前对你偌好，替你做啥物代志少？不管安怎讲啊，是伊先跟我找他嘛。这大人的代志，你就莫管嘛。你只要会记，之前你误会巴拉是你亲生妈妈的时候，你小妈哦甘愿袂甲囝嘛要成全你甲巴拉的母仔囝感情。啊，搁有啊，迄恁大甲你创工哦，代志母甲袂收煞，恁小妈谁来关心你？伊哦做你的妈妈多好尔啦，你别再讲我去，更开心。嘿，啊，我咧讲，你有咧听无啦？紧甲你小妈害死！好啦，你莫阁逼主人做伊无爱做的代志，我代替主人给你回信啦。我咧教囝，你就莫插嘴嘛。主人为何我只做妈妈，伊来诱惑我，啊你想啥物唔对啦？啊你阁好意思讲，当初是你放弃机会呢，自细到大你莫甲教过。啊！我即摆教伊做人的道理，你搁在嘛插嘴？你若真正为着俊男哦，拜托你哦，莫搁来乱啦！爸，不是妈无好好教啊，嘛不是伊放弃机会，这件事情不是伊的唔对，是你的唔对，是你娶伤济某，所以你今日根本就无资格来教伊。啊！我即摆是安怎？换你要教是我。是你家己是无讲道理的，你真贤，囝咧教死老爸哦！我跟你讲啊，恁爸娶过来某，那是恁爸有才情啦。就算讲我敢娶一个啦，嘛轮袂到生你这个帅哥戆去啦。
安怎？啊，你拢袂严？你只母一个恁大出来哦，和我甲你小妈在你后壁替你擦尻川呢。啊，你也拢无甲我感恩哦，搁安尼甲我讲话，啊，你这是变啊这尔友好啊？爸，你敢会当莫安尼讲话？啊，即马含新妇两种口气甲我讲话哦，无我是对你讲唔对啊？你想要在面前人拢会用的，啊，唔过你不能讲着恁家的代志嘛。啊，这个有影的代志。是我无唔对，啊，唔过你敢知影，俊仁的心肝内受到偌大的伤害。这件代志了，俊仁看到名称拢爱白起恁的，我真无敢当让伊行出来尔。你着过讲这件代志是要创啥呐？你敢有顾虑着伊的心情？你若真正疼伊，你本来摕这件代志来切克伊啊。有影哦，我这做老爸哦，应该徛在做来领袖想一下，哎，把咱讲了目标哈，卖干嘛啦嘿。无你即摆意思是你怪我？无啦，我是讲叫你较冷静的啦。我是要哪冷静啦？无你甲我教，要哪教新妇？我是要哪甲教啦？若袂晓你就点点啦，我即摆咧教新妇啦。你莫对阮爸这么歹啊！哎，袂当对你小妈遐嘛无礼貌哦。爸，莫阁派俊男啊！你对恁大哥讲话较客气个啦。比如你，就奈安尼啦，啊，一人一句拢骂袂完了。啊，其实咱拢是为大家好啊，啊，那代志母甲会啥啥啊？对啦。你徛伫迄边啊，佫徛得真好势啊！你母遐尼大厝，好大个伫遐冤家，啊！你踮迄边啊看戏哦，无你嘛少开嘴讲话者。无你要爱我讲啥？你是安怎甲群魔棍做伙啊？你讲我清楚啦！小姐！啊，对，拄仔就是为你甲伊个开始冤的嘛！啊，即摆细一日啊了，大家拢有吵着啊！啊！敢讲要重来一遍，莫啊啦，足忝的了。无你即摆意思是，啊，我甲代志转倒煞是毋？他本来就无啥物代志啊。啥物无啥物代志啊？我翁伫咧厝诶，困伫咧别个查某人诶房间，我阁袂当生气啊。哪有别人诶房间，拢嘛咱兜诶房间？你怎么可能跟我冷笑？你是要创啥啦？我要离家出走啦！妈呀，厝内有够乱的，你莫管你使性地啦！我不是使性地啦，我是对你菜心啊！啊，你真正要离家出走啊？好啦，代志我了出来了，哪边走你拢留来，我来走。我就知，我若用这招吼，你就会软心甲我闹，唔甘我吼。你个水面，讲到敢若有影啊？哎呦，哈尼啊，你莫死啊耳嘴白啊！我若坚持要走吼，你就甲咱过去谈论来遐一挂甜蜜故事讲给我听啊！你知影我嘛唔甘你对无？你想伤济啊啦！我会叫你动的不准走，是因为安怎？